不是我选择孤独，而是孤独偏偏挑中了我。了却遍地恩仇，才发觉真正可怕的是你还活着。是男是女如何，权倾天下又如何，无非是后人闲暇的口舌。真希望倒下的人可以是我。想必这才应该是我吧，只可惜身在江湖，无以落红尘。倘若死去能换得新生，幻化为似水柔情，我愿意。哪怕只如烟花一瞬，眼前的这个人，我们一定曾经在某处擦肩，若非今生，便于往事。或许他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。如果时间至此停留，该多好啊。可太多事不能随人心愿。你有心事？不知道，可能所有的努力
都无异于飞蛾扑火，但六大门派遭他无情血洗，恩师已惨死在他手中，必须做个了结。他是东方不败。东方不败，银针金线擅长远攻，若是近身便可破。你为何知道东方不败的招数？不难。不难。若近其身，他便不忍，血溅衣衫，何必？他也会不忍。都说东方不败负天下人，天下人又怎能明白他的凄苦？他有何凄苦？喝口茶吧。比我还重要。我的心已经交给了天下人。还回来吗？江湖是有生死，我不知道。你如此恨东方不败？不恨，但只有杀了他，才足以慰藉天下。真只有名利，江湖难道仅存恩仇？我不信。回头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那你会失去全部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而他却当成了一切，多么可笑。没了自己，就算赢得天下又如何？出鞘的刀必须见血，你的或者我的。
我就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东方姑娘，还要继续这场厮杀吗？擅长远攻，若是近身便可破。谢谢你成全了我的等待，这段爱有过我便知足了，无以回报。我就是东方不败，我在笑傲江湖等你。